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他与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柳暗花明，王安石重返朝堂，兵败如山，司马光去之下也。到这儿，变法派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是后来的败因呢也在这个时候深深的种下了。那咱们呢在上节节目的时候给大伙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双方对立的局面下把敌人都赶到下边去，这是个理智的做法吗？你要知道啊，不管你的法令有多高明，总要中下层的官员去实行啊。以后发生的事证明，新法几乎每一个新法都在执行的时候走了样，这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吗？和这些贬到地方上的反对派官员们有没有关系呢？上面咱们列出的人名啊很少，宋朝的地域是广大的，有人会说他们完全达不到在下边捣鬼阻挠新法的作用，可是官官相护这个道理朋友们懂吗？尤其是学同样的文章，考同样的题目，做同性质官员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方式是有一同方向的呀。更何况了，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等人的号召力有多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呀。千百年后思量，这些王安石不见得不懂，但迫于宋朝的国情，除了贬值之外根本是别无他法，杀了他们那就是疯了，留在京城里闲养着。你小心这些人每天说话，舆论从京城辐射全国，效果比不贬强不到哪儿去。那么说来说去，只有贬出去意图，怎么样？还有人羡慕宋朝这个文人的天堂吗？人类最困难的事儿就是沟通思想，与这些没法动一根手指头又思想超级强大的文人们沟通，想想都是个让人疯狂的事儿。所以新法在执行的推行的过程当中呢，这才有了些微调，一些历来不被史学家们注意的次重要型的新法才在这个时候浮出水面。还是那句话，只要静心思考，就会发现西宁变法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它特定的意义。为什么它的顺序排列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比如说在西宁三年年底，先把王安石提到首相的位置，确立他百官之首的权威。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经济、政务、军事等头等大事都扔在一边，最先做的是全面改革科考制度，以及后来考生们的学习课本。具体做法呢，是从此之后不再考诗词歌赋了啊，当官彻底和吟诗作对没有关系了，四书五经也不必呢倒背如流了，哎，抽一段默写了啊，这没有了，考的是什么呢？经义啊、论和策等等讨论文、议论文，要说出治国立法的具体办法。这样做的目的呢，被历代史学家们忽视了，那绝不是王安石书呆子冒傻气儿，在百忙之中啊，政务之余还要再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他们连同王安石所写的《晋鸿范表》《老子》等文章都有一个最显著的目的，什么目的啊？改变宋朝官场上的意识形态。一直有人就说啊，这个王安石变法太急了，他没有做最重要的一个先期工作，那就是吏治，不把官员们的素质普遍提高，那么哪怕新法尽善尽美，也别想执行时上下如一。可是有两点因素制约着王安石的速度，让他不得不快。第一，周边的邻居让宋朝危机四伏，大祸眼看就要临头了，可是司马光、范镇等君子们却恪守着孔夫子兵家乃凶器圣人不喜欢的总原则不放，这一点不需讨论。就算在神宗去世之后，宋朝和周边所有的国家除了辽国之外掐着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了，他都能王安石、宋神宗累吐血了才抢回来的土地他都能给白白处送出去，只为了睦邻友好。可怜王安石在做事之前必须得把那个大宗旨、大秘密给藏住了，不然弹劾他的力度就会比现在强烈一万倍呀，他会成为万恶不赦、灭绝人性的战争贩子呀。第二，以宋朝宽松仁厚的官场风格，也不允许他什么事儿都没做之前就来个空前巨大的整风运动，理智的做法是先做出来功绩，有了威望才好下命令，所以必须急着让新法显出效果来。这个时候就不同了，
借着变法派阶段大胜的局面，为了以后一劳永逸，这才下达了科考改革、课本改革。这两样实施之后，汪安石彻底和现在的官场人员决裂了。他是用新课本教育出新型人才，新考试考出来新一代官员，来取代现有官场上的司马光、苏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们拥有同样思想、同样欲望和他怎么想怎么憋进的官员们。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呢？诚如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所说，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这是自古至今所有官场人物里都是不敢想，从来没人任何人敢做的事儿。为的是什么？是一个统一的思想，全民族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环境。关于这一点的必要性，我们身为现代人都深深的知道，这是改革的首要条件，必须得完成啊。所以由此看来，这项一直被认为是次一等、不那么重要，甚至多此一举的科举改革、课本改革，还是那么的可有可无吗？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意识到，苏轼等人反对这项新法的内部意义是什么，两者间的矛盾到底有多深。那绝对不是坐在松树或者是兰花丛中捧着早春的新茶讨论文章、遣词造句那么优雅呀。接下来仍然不能进入增长国库收入、改善国家经济环境的第二项支柱型新法的推行里，还有另一件事要注意，那就是社会治安状况。改革不仅触犯了某些人的特殊利益，更让整个民间不适应，这个时候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对者，有用舆论造势的，更有铤而走险的。你想想宋朝之前一小股或或兵或匪的造反者，都得动用京城禁军去评判的往事，如果真的出现了各地烽火趁火打劫的事，得怎么办呢？别急，汪安石及时的推出了保甲法。什么叫保甲法？简单的说，就是全国居民每十家结为一保，50家为一大保，500家为一督保，各自选出负责人，那就是保啊，还有大督保长，以大保为单位巡行乡里捕捉盗贼，用民间的力量来维持当地的治安。这是当时最初次颁布的内容。讨论这个法令的优劣点，其实一瞬间就能看清楚。第一，中国人习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比如说用开封城里的禁军去地方上评判，都有出工不出力或者搂草打兔子，既当官兵也当强盗的事发生。那么用当地人管家门口的事儿，是不是比较有效果呢？考虑到身边就是自己老婆孩子，相信每一个巡逻的保丁们都会尽心尽职的。这是第一。第二，要巡逻要抓人就得有设备有功夫，这叫定期给保丁们培训，他们的武装由国家配备，定时定期到一起训练，时间长了，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必然的结果，战斗力大增。哎，这才是王安石设立保甲法的最终目的，干掉偷走宋朝空前丰厚的国库数值的最大盗贼，军队数量，这才是最根本的办法，为裁军做准备，为裁军之后国防国内治安更加安全做准备，唯有保甲法。有人会说，这不是纯粹疯了头了吗？让世代扛锄头的农民当兵打仗，这脑子进水了才想出来的蠢办法呀，这是不让农民正经干活啊，是不是啊？哪能有这么干事的呀？啊，浪费他们宝贵时间，不让他们种庄稼，让庄稼荒芜了，减少收成了，还一贯的让一贯老实听话说什么是什么的乖乖宝贝农民们变得凶狠暴力没法控制了。这就是反对派抨击保甲法的主要论调。那么提问，历史上有农民组成的军队到底有没有用呢？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答，只要稍微知道些历史事件，答案脱口而出。近现代流行崇拜曾国藩啊，他身为文人扬名的呢，却在武士，也就是平定太平天国，他的军队是由什么组成的？所谓的湘军是什么成色？就是他湖南老乡们，清一色乡下农民组成的。不是农民他不要啊，因为打仗要的就是身强力壮朴实忠诚的人呢，只要稍微有些滑头的，面临生死恶战的，不是逃跑就是投降，这一点百试百灵。其他的例子还有无数个，比如说近现代的啊，咱们最近的，咱们新中国的开创者们，他们的军队是由哪个阶级的哪种人组成的呀？谁都知道，工农红军呢，其中贫苦的农民占绝大多数啊。咱们回到宋朝，几十年之后就有个再鲜明不过的例子，岳飞。
他就是个没受过任何官方培训，纯粹在民间自学成才的河南农民。这个问题我们搞清楚以后，包家法的可行性，它的远景规划有多美妙，你就应该明白了吧。何况自从它实行以来，有一个好处立竿见影出现了，宋朝的治安状况。之前是大叛乱小造反每年都有，自从有了保家法，州县之间因为进军太远，乡兵太滥，造成的管制空白立即被填补了，终神宗一朝没有发生任何叛乱。这些事做完之后呢，与青苗法同等重要的新法免役法这才出台。要了解这个法令，我们得先清楚宋朝之前一直在用什么法令，那就是差役法。那差呢，顾名思义就是当差嘛。宋朝把所有的国民按家产多少分为九等，那这里咱们不先说这个家产多少随时会变动，比如说家里房子着火了烧光了，或者说突然之间买卖兴隆赚大了，咱们就说这九等人家都要为国家做些什么。这九等里啊，后五等有福了，他们基本上和这件事没关系，上四等人家呢比较惨，他们要为国出力，那谁让你们有钱呢？而之所以有钱，就是因为你们聪明能干，那么我们国家就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啊，忘了说了，要让他们当什么差呢？说来也简单，就是通常叫衙前。这个词呢非常形象明确，就是在各级国家衙门前面打杂。具体的说，比如说国家收税收上了各种物资、粮米、绢缎之类的，注意不是钱啊。宋朝的货币与之前的朝代相比空前发达，可是也没有能用货币转换物资收税的程度啊。除了现代社会，没有任何朝代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些物资呢就都堆在衙门里，国家哪有那么多公务员来管呢，就由各城乡的上四等出人呢来看守。听好了，不白看啊，看好了不给钱，看丢了你得赔，这叫不白看。这是看守。完了以后收齐了之后呢，还得运吧。各位衙前同志们，你们得押运这批货物，驾着船赶着驴给京城里皇帝送东西。送的路程远近就看各位的幸运程度了，你要是投胎到长江以北，或许个把月就回来了。要是很不巧您是位江南人、岭南人或者广东那边的兄弟，想想来回得多远的路，多大的苦吧。并且还要注意那个总原则，运到了那是你该做的，运丢了你得赔。反正两年前，就是熙宁二年的时候，神宗皇帝偶然间翻看内藏库的奏章的时候，就发现这么个事儿，说一个外地哪儿的史书上没写啊，就说一个外地到京的衙前，任务是纳金七钱，连一两银子都不到。这哥们儿居然过了一年都没能交差回家，其原因就是啊，他本地衙前得到了任务，风雨无阻送来了，被这边的衙门给忽悠了。各种敲诈勒索，各种巧立名目，让这位兄台晕头转向，应接不暇，直到回家的路费都没了，而且还不敢逃。你小心逃下去，全家都有罪受，是吧？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是吧？你想想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吗？让我们和宋朝人换位思考一下，就算股神巴菲特到了宋朝，他正摩拳擦掌准备进股市里边痛宰散户呢，可是衙前任务到了，从此没日没夜的忙吧，送东西吧，根本就没摸电脑的机会，你让他怎么赚钱，怎么养家糊口啊？截止到这儿，问题还没有激化，因为理论上是由四个等级的家庭来分担这些任务，人多力量大，灾难均摊，问题也就小点。可是前面咱们说了，宋朝的富豪级家族、中举的人家、出家人和女户，就是这家里没有男丁的啊，还有单丁户呢，就是这家里就一男的，都有豁免权，这些人刨除在外，那么基本上剩下的就是第三、第四等户了。这么多的任务，这么密集的中奖率，只能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这第三、第四等户频繁破产，家破人亡级别的破产。并且这还是次要的，更让人发指的是三、四等户破产之后的社会现象，就是谁也不敢发财了，除非您能大展神威，一下从五等户一跃而起成为第一、二等户，不然只要是稍微勤劳点的，赚了一头牛、几只猪，多种了几棵桑树什么的，邻居们官府们立即向您道贺，哎呀您是有钱人了，至少是个三四级，今年的衙前由您多费心了啊。号称开明第一、富足第一的宋朝，前一百多年普通的黎民百姓就这么的生活。各位是不是突然之间觉得很绝望很难，对不对？告诉大家，
这只是众多差役当中的一种而已，其他的还有什么里正、户长、乡书手等等头衔来帮助下乡到户收税，有什么帽长、弓手、壮丁等职务呢，去负责抓贼，哎，有城服、人力、守吏、散从等名目给正牌的官员们服务。其他的有一些呢还比较著名，比如说县级衙门里的县曹司和押路，州级衙门里的州曹司和孔目啊，连同各级配备的杂职、虞侯、检讨等等等等，这个数也数不过来啊，都是要由普通百姓去承担的呀。所以长此以往呢，达到百年，你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最重要的一点是民间的生产力发展被限制了，而宋朝之所以还能存在，就是一直是因为他有钱，可以花钱去买和平嘛，花钱养着国内有可能造反的各路饥民暴民嘛，所以就算只从安全角度来看，差役法都得废。于是王安石新法集团想出了免役法。简单的说，免役法的总原则就是交钱免役，哎，让从前需要当差的百姓通过交与自身等级相符的钱，买回自己的自身自由身，去干他们想干的那些事儿。国家用这些钱呢，去招募想当差的人。这个办法好不好呢？它形成了一个循环，这百姓们通过交一定数额的钱，可以得到从前想象不到的空余时间，用这些时间可以去生财养家。国家得到的钱去招募人员当差，可以扩大就业人数，减少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不仅使国家正常运转，还把各种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是总原则。各位朋友们感觉这，哎，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眼熟啊？没错，这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像吧。众所周知，我们每天工作只干自己负责的一摊，每月按照收入的多少交税，这些税由国家统一管理，招募各种公务员来运营国家，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原则没有错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它的细节了。王安石时期的免役法有两大特色，第一，他把上等户给加进来了，管你是豪门大族、进士、高官，从此你别想着高人一等，想逍遥，哎，简单，拿钱来。第二，以前没有负担的下五等户，以及单丁户、女户、僧道户、官户、纺锅户也要交钱，只是视家产多少，与同级别家庭的交税量减半，这叫注意钱。除了这两大特色以外，还有一点最具有争议的规定，就是每年的免役钱、注意钱和夏秋两季的税一起交纳之外，还要多收 20% 的钱来防备水旱灾荒以及突发性战争，这叫免役宽胜钱。这两大特色让王安石变成了全体特权集团的死敌，尤其是以前上四等户，不管实际由谁来当差，都能隔年喘口气儿，可以轮换一下由别人接替，这下可好了，每年两次没完没了，这实在让他们没法适应。更别说从前不管国家怎么样，是不是闹灾了、打仗了、发大水了，都一直逍遥自在的职业享受的高门大阀们，这把他们的美梦彻底击碎了。并且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伤害了他们的尊严。我们生来与众不同，凭什么让泥腿子下九流和我们一样的待遇啊？我们就是要逍遥法外。哎，好玩的是，最先提出反对免役法的，成为反对派里最经典言论的，居然是刚刚进入特权阶级的两个四川人。那么他们是谁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